我干，就是跟电干。你们不是很猛吗？超能力如实了解一下。你不要说话了，黄叔。电子竞技没有三连冠，把机会让给年轻人吧。飞刀，快！就是你的飞刀，飞最左边那个，三分之一。冷静，是三分之一的概率。对，没错，加油，飞着它，自信结束。没事，我们有号角。四不解，你也是四。四四，你飞呀，飞死他！加油！懂啊。然后我告诉你，这牌真不靠谱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你是不是打的秒了呀？哎，怎么有个网友回血你没看到呀？那也没办法呀，一个菜鸡，他没有办法解这个，他没有什么。我就是力量的化身。哇！哇你谢谢，谢谢你素质，谢谢你。拿了别人东西要说声谢谢。我是素质主播。下轮他不管干什么就硬币跳那个命运，他等于上恶毒。加一点毒蘑菇，再加一个旧鞋针。哎，你不要拉肚子！你有麻烦了。哎呀，我的名字喊错了，他居然还出这个。是的。哦，哎。再招一个，拼了，拼了，然后变甲，再加一个旧鞋针，再来一个，12-12，好，我就是力量的化身。别拉，拉，加一个毒蘑菇，再加一个旧鞋针，我就杀。你有麻烦了？拉还是打脸？这回合不许再给他们机会了。化身，姐姐，交硬币我们能。啊！妈的，每次都被卷十个。加一个旧鞋针。
然后又是一个大短信。你有麻烦了。妈的，每次都是这个东西。没事没事没事，还能打。别打，别打点。到了，靠，自己拍的。下一次这个比赛的话，我应该就来不了了。所以但是也可以跟大家说，我们这个战队是不会弃权的，会有一个比我还菜的人，应该会弃权过来跟陆总搭档。但大家可能会觉得可能会换一个文盲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个文盲绝对不会来。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往下走的。好的，这样的话，导播告诉我们，蟑螂毒爆的真正的灵魂精神核心，小色色总，然后也是给他的队友 NONO 跟 Q 酱有一段寄语，来一起来听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色啊。听说这个 Q 酱是代表我去参加县开赛了。Q 酱那么菜，怎么可能代表我去参加县开赛呢？他们打比赛肯定打不过的，而且其他都是炉石的这些专业的主播和专业的选手，这两个弱智，怎么可能打得赢？这搞笑吧？啊，赶紧输了过来到我们 GPO 来玩吧。我选择死亡。哎，这种不能剩个七杠五吗？这种只要不剩那个，我们家在暗路中走。什么？成功吗？哎！啊！不必也赢了。哇，好危险啊！作为一个不会玩炉石的人来说，能够走到这一步，我觉得主卡占了七八成吧。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秦妈。哦，还有黄旭东，旭东，对，他旭东前面奶着我们。你黄旭东为什么要往上站？听说我们二比零领先的时候放了一个奇怪的东西，然后我们就输了。是的，是的。那他下面可能还有板刀。是这个是什么？他下轮要那啥了？他下轮很明显要打一张牌叫密银池。哦，他是个密银池战，对，他一定是有密银池的。换到以后他只能解两，我还剩一个八八，剩两把刀，应该是把斧子吧，小斧子，初始刀吧，他有点难打，必然的。我知道兄弟刚才打。哦。所以我觉得这张卡不是特别强。就我认为这张牌很好。没机会连这个都解掉，没怪了呀。怎么办？我们两张牌都出来了，没恶毒了呀？怎么办？没办法了。这大毛啊！哇，怎么这么背啊？大毛，我们运气已经用完了。用完了，天谴了。啊，放弃吧，我们已经死了。他死了呀？他死了呀？他死了，上蘑菇啊？对呀、啊，赢了，他死了呀。哎，上啊，赢了。赢了！哎，折到了耶！这怎么就赢了？
受不了了，不要再来十倍了法术了。不可能的，上盘德鲁伊，我在找，我告诉你，千年里面能出现这个两张终极橄榄，在前三倍就抽到的，也就这一盘。相信我，不可能的。没有关系，二再直接给了他。哎，你不要说再来了呀！你不要说话了，黄蜂。你为什么要奶吗？不要奶呀、啊！玩不下去了。靠！我真的相信科学啊！啊！你快说，拉不到这个七四七七，拉七七，拉不到的，拉不到了。不叫拉二幺，拉二幺，绝对拉二幺。啊！好气啊！王旭东，你。不要再你拉着这个二幺好吗？好了呀，拜托！哦，哇，这两排我们在打。哎，飞刀砍一刀，飞刀先招个怪，飞刀招个怪，上，招个怪，射射射一下。你要说射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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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，谢谢。看耗掉几次了，啊！不要，快说射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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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射脸 ！Nice， 全解，解了，解，撞完，射脸射的真是好，射脸射的真是稳。那我们看一下这边的一个拉神拿到的礼物，是来自于白泽小姐姐的一个礼物，哈利波特入学大礼包。哇，金色魔杖拿反了，普通。这个是来自于 Jason 周的礼物，经济学原理，这个送给你一个美好的祝福啊，梦想的开始。 Q 酱是抽到了 No 总的礼物，孙子兵法、哦、这个可以帮助提高智力，开动一下，反正像知识的海洋、哦、哇，收到了色总的礼物。 哇， 哇，金色传说，他送了你一个祝福，一世无成。哇，这个礼物厉害了。好，这是来自于瓦丽兰瓦娘的礼物，那礼物是N 张的彩票，希望拿到我的礼物的人欧皇附体，完成我19岁中大奖愿望。哇，普通。哇哇，稀有。坑爹。坑爹。我怎么会相信一个同服的人？还是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卡，然后这个是行李箱，对，是个行李箱，是一个魔兽世界部落的一个行李箱，然后来自于黑哥的礼物，他说的是祝你们夺冠，旅行箱都准备好了吧？预言家实锤，我呢就带这个走了。